something in your eyes. Tell me who I am. Something in my heart. 经常想着怎么能不伤害头发，还能让头发干得快一点。用上这个吹风机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我很喜欢。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你们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，多喝热水，还有记得睡觉之前把头发吹干了，听见了没？平时工作和练习就挺忙的，二旬和圣诞节就靠得很近，所以我们演唱会见面吧。跟黑虎姐姐的约会我就用这个造型了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不喜欢的话也没辙了。好了，拜拜。